简易自制年糕材料做法简单。香蕉叶用热水烫软，接着抹干待用，褶皱铺在模具上，形成年糕外壳。把砂糖放入锅中，以中小火炒至砂糖转为深褐色。熄火，把水慢慢加入搅拌至变成焦糖水后备用。把糯米粉筛过，再把焦糖水一点一点慢慢加入糯米粉中。将糯米粉和焦糖水搅拌混合均匀，直到面糊顺柔。把筛过后的面糊倒入铺好的模具里，放入滚热的蒸炉里，大火先蒸上半小时，然后再转中火蒸上2个小时半后即完成。